好，今天呢过年了，给大家插一个年宵花。对，开始吧。我也是第一次插花，就希望能把它插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新的一年把好运带给大家。第一个插的叫冬青果，这种小果子。现在中间插上，然后这个叫红色路路通小球。就是要随意，然后细节之中透露了设计。这个叫红色银柳，觉得不够饱满，再多上一点，多用一点，多用一点花吧，饱满一点。花插的越多，祝福就越多。那我今天想尝试一下，把桌上所有东西全部插进去，看看行不行得通。我感觉没有问题。这个叫箭叶草，咱就是必须 OK， 必须把它全部插得满满当当的。就不能偷工减料，非常好看，这是银杏，银杏叶。不错，非常漂亮。然后这些东西咱们给它挂一挂。这就是可以拿到店里去卖的水平了，非常漂亮。太完美了， beautiful。 祝大家春暖花开，然后笑得像花一样。